大家猜多少钱？这么便宜哦。对，来这边吃有没有很划算？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吃屏东一间隐藏在杂货店的小吃，这间店呢叫麦泰国。那你吃不吃得到呢？其实是要看运气，你要看老板的心情，或是刚好他没有空。他这边是只接受电话预约的哦，而且他营业时间比较不固定，所以你吃不吃得到其实要看你运气。那如果你真的刚好打通了，然后又老板没接单的话，记得要准时去拿，不然的话就会有一些问题了。但是他这边的味道真的是还蛮接近我之前去泰国玩的时候那种小吃的味道，所以 CP 值还蛮高的，还可以客制化。那如果你觉得肉量不够的话，请老板加点肉还是 OK 的。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去试看看吧。因为你看这样点了整桌，水果不算了，然后这样子的话总共大家猜多少钱？这样总共才600块哦。然后如果是加这两瓶饮料的话，总共是650块。那它的这个性价比啊，然后跟那个东西的味道啊都还不错啊，就可惜是要吃比较不方便啊，记得要过去一定要打电话预订。像我刚刚去过去想要拍摄的时候，老板说他不方便，因为他怕被人家骂。不过上面有写一个时间啊，跟名片也有写时间，但是你要吃就是一定要打电话预订的。先吃这个打泡猪看看，这样一大盘才110块哦，都是肉，它角肉是比较偏瘦的那种，这样有一些那个肠豆啊、辣椒啊，还有一些洋葱等等的，然后跟一些泰国的新香料，酸酸辣辣香香的这样子。我们先加点在饭上面吃看看，我光闻的口水就流下来。这米是那种泰国长米啊，所以它米粒会比较长一点。冬米就是很适合搭这种比较重口味的那种泰式的菜，嗯，好好吃哦。这煎蛋酱一大盘啊，70块，它要加绞肉，虽然它已经放回来一个多小时了，只是我们看得出来它就是刚煎好的时候那个酥脆的样子。泰国蛋就是要那种煎的酥酥脆脆恰恰的才会好吃啊，超厚的。这样子外面煎蛋一盘都要100块吧，最少，还没有加绞肉啊。猪绞肉香味跟蛋的香味在一起，这样，你看有没有？它里面还有那个猪肉，吃起来蛮香的。泰式凉拌的这个海鲜，这样一大盘110，它里面还有加冬粉啊。老板说可以不加了，他可能怕我吃不饱，所以他就是加超多冬粉这样。看它这虾子还蛮大一只的，有2只这样，还有一些海鲜，像是这个套丢啊、丸子啊、等绞肉啊等等的这样，微微酸酸的，然后辣度没有那么明显，有一点点辣这样，那个辣度都沉在下面，所以吃到后来的时候喉咙就会开始热起来这样。啊，记得这边它的小辣就是我们台湾的中辣，可是我喜欢酸一点，那我再加个柠檬看看，哦，好香哦。哦，加柠檬更好吃了，难怪这种泰式店啊、粤式店旁边都要放一颗柠檬跟辣椒，就是如果你不够的时候，提升它那个辣度跟酸度，就真的赞。海鲜酸辣汤，看到它里面有一些那个，像是这个菇类啊、番茄啊，还有姜、丸子类的，跟鱼姜，还有一些虾子这样。泰式的酸辣汤哦，只有90块哦。我们先来喝一口汤的味道。那个香茅的味道啊，等等的那个酸味，整个就上来了。味道真的很像是我们去餐厅吃的那种酸辣汤的味道。它这样子一盘啊，才110啊，我觉得真的已经 CP 值爆表了啦。因为真的在外面吃这样子有点装潢的餐厅都要到200块了，而且它味道真的还不错，它是真的真材实料，用很多那种辛香料下去这样。绿咖喱鸡汤，你看到、哦、它上面有那个很多那个白白的，这个不是鸟蛋哦。这个是什么？你猜？他们的绿咖喱鸡就是一定要用这种小茄子去做这样，然后还有一些鸡肉啊，跟这个，这不知道什么叶，反正是泰国新香料，对，其实好喝的。它是那种椰奶基底的那种汤这样子，它这个算是微辣啦，然后也是那种新香料的味道很重，你讲跟这个酸辣汤味道是整个区隔开来，光是闻到这个味道，口水就流出来，啊，就是那种椰浆。咖喱鸡肉饭的味道，超下饭的。觉得下次这一碗啊，可能就可以2-3个人吃了，因为它的量真的还蛮多的，然后味道也很够，好好吃啊！带着鱼露和虾米的香味，爽脆的口感的青木瓜沙拉也是必点的哦。弟弟，山竹汁它的果汁含量是只有10%，
这个喝起来比较，我觉得喝不太出来山有山竹的味道，但是有带一点水蜜桃的香气，还蛮好喝的。然后这两个如果比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的口感女生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个可能会带就是比较甜的感觉，但是不会到过甜，因为加了冰块，可以试试看。罗旺子汁，然后它的果汁含量大概有30%，它喝起来口感酸酸甜甜的，有点鲜榨的味道，然后但是又不会太过重，蛮好喝的。加冰块可以解它的那个甜度感。那因为我们今天水果很多，有火龙果、跟苹果和柠檬，我就想说把它加进来这个做特调看看。这个感觉拿到那个知名连锁餐饮店啊，这样子肯定一杯就可以卖到120到150，所以啊，来这边吃有没有很划算？我觉得这间店啊，它就是真的 CP 值很高啦，然后东西也蛮好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老板很佛系经营，你一定要打电话预约哦。像我连今天要打电话预约，我都是前一天打了才约到哦。我本来是昨天就要吃的，但是他说哦今天没有开，像再跟上次他说。欸，那天要拜拜这样子，我想只开到12点等等。这间店可以来了，它叫麦泰国，然后是一间隐藏版的小吃。我们请 Sandy 的家人来猜猜看价格。以我的神准估价来看的话，应该是1599。1299，说不定每个人都错。家里你有820，这么便宜哦？对。拜拜。